was our first week at Myrtle Beach, where it all began. It was 102, nothing to do, man, it was high, so we jumped in.呆东，谢谢你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这么的耐心。我觉得我们在这节目的准备实在已经是超乎所求所想的好了，因为我们俩几乎都没有发脾气，我们只是前一两天讲话口气比较不耐烦，但是其他都还不错。所以我想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这么有耐心，很开心可以跟你走接下来人生的道路。戴立冬，你是否愿意承认、接纳吴雨婷作为你的妻子？我愿意。后面的你们有听到吗？没有。我愿意。吴雨婷，你是否愿意承认、接纳戴立冬作为你的丈夫？我愿意。你们现在正式成为夫妻。好，神所给我的，神不会分开。哈利路亚，神哈利路亚。老婆终于可以当教你，那我觉得很开心。这样子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可以一起策划整个婚礼的过程很辛苦，但是我相信就是我们在这当中是收获最多的人。好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我爱你老婆。Summer and 19